就是梁山反贼卢俊义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，钻，我钻。这何人？水泊梁山的英雄个个了得，怎会像此等莽夫低头叩饶？妖言惑众，有本事台上说话，免得坏了江湖规矩。小一哥，小一哥，一哥，贾二，哎，客官，客官醒了，客官，这是那位客官给你留的一封信，还有外面的那匹马，他告诉我家中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并叫我告诉你，火速赶回。如果你不听劝的话，便将那些丑事全部公布于众。还是赶快走吧。Yeah!
做主。 抓住那个！